星妍与汪小菲离婚后再婚聚聚夜，期间都没有演艺工作，并表示想转往幕后。因此制作小 S 的节目《七弟想聊》，小 S 也多次表达大 S 没有要再出现荧光幕前。没想到近日大 S 无预警复出代言产品，体态与肤质都更胜从前。他也透露小 S 代言的品牌请他试用其他产品，才会近三年来第一次正式复出代言拍摄。而大 S 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美貌，让韩国网友十分惊讶，纷纷称赞道：“太美了，永远的山菜，一点都没变，清丽而优雅的透明美感，完全就是原生态的美女。”胸口还刺了代表具俊晔的 K， 神仙眷侣，令人羡慕。大 S 婉约的古典美轮廓，皮肤白皙，小巧脸蛋和乌黑秀发符合韩国审美，在婚后的动态也格外受到关注。